今日排球喺你個排球好勁，但係羽毛球好似有啲排風啫個場地，即係怕啲問題。即係羽毛球好似係咪唔係你專長？我諗絕對唔係，出嚟搞下笑，即係都係氣氛。同埋再者，就算我真係我嘅專長，咁對手係即係兩位我。其實出到大家純粹係真係開心個交流啊！大餐價就佢哋好讚你球技好勁。我係啊，其實都係憑我俾面嘅啫，即係呢啲嘢。咁我都係其實我都係跟皮皮學嘅。咁但係皮皮真係選擇咗唔嚟。咁呢下其實我係對呢位師傅有少少失望。Anyway 啦，希望佢下次可以爭取多啲機會。即係如果皮皮入嚟，就可能會贏佢家。我覺得都七八九成啦。可唔可以同兩位呢個港隊去前賽有咩感覺？驕傲，非常驕傲，係啊，因為我諗我一世人應該係可能能夠同奧運選手切磋都係1000年一次啦。咁我就諗住之後大個咗就唔知自己想講奧運選手前途，然後繼承任何嘢。係 ，Jeremy， 因為真係第一次打呢、這、一個。其實我好少打羽毛球啊，同埋第一次就要同奧運選手打咧，係有啲緊張。哇！你咪好犀利，第一次打羽毛球，第一次就同奧運選手打，咁所以係幾開心，可以嘗試一個新嘅運動。但我尋日咧見到佢哋係比起今日咧係冇咁勁嘅，因為留守讓我哋啊嘛，係咪？跟住因為尋日我見到 Tiger 殺咗佢一球，好似好犀利咁，咁跟住今日變翻佢，因為花姐落咗 order。咁咪叫佢哋盡情地殺，咁我諗佢哋今日就會好勁咯，陣比賽都有少驚。但係提醒翻大家啦，呢個係奧運級別嘅比試啦，咁我哋就參加咗奧運級別嘅比試，所以我哋而家已經係奧運選手。係啊。可唔可以講一講你哋睇奧運比賽有邊個 moment 係印象特別深刻啊，或者係特別中意邊個運動員、邊場比賽啊？其實香港運動員。今年成績好好，即係攞牌嘅時候都好開心咯。無論係劍擊、游水，又或者乒乓都好，其實都係好犀利咯。咁我覺得喺香港呢個未必投放資源咁大嘅地方，佢哋攞可以同到一班本身係大好勁嘅運動員比拼咧，再攞到牌係一件超級犀利嘅事。嗯，好熱血，係。其實即係你自己本身以前都係運動員啦，即係見到可能今次香港運動員喺即係大比賽入面，自己都會有個即係有翻嗰個運動嘅心，或者個感覺都特別好。運動嘅心就有嘅，只不過以前就好似係叫做半職業啲，但係而家就業餘啲，即係平時自己做運動，好 keep 自己身體健康。咁其實睇奧運嗰陣時係好感觸嘅。即係我覺得感觸嗰個位唔係單單只見到即係香港嘅運動員攞獎，而係好似見到即係凝結到大家嘅心。即係所以其實係即係咯，即係我哋嘅運動員代表我哋出去即係為香港爭光，同埋同時亦都凝結到我哋即係香港嘅人。咁所以其實係好感觸嘅，同埋即係見到大家開始見到大家對。香港的運動員多了關注，咁係好開心嘅。但係都同時希望大家唔好淨係奧運先關心運動員咯，唔好淨係每四年先關心一次咁樣。都真係希望長期可以支持到運動員，因為其實香港做運動員係好難嘅。即係以前所有嘅隊友都係我嗰陣時好啲啦，嗰陣時係學生打香港隊嘅時候。咁但係以前所有隊友都係朝早翻一份工，夜晚好攰再去練波。咁所以其實真係源於佢哋嗰份熱誠。同埋想真係代表到香港嗰個心。咁可唔可以而家會諗住點樣支持香港運動，或者係做多咗運動？其實我哋本身都要做運動啦，一來，跟住同埋我哋都要關注多啲本地嘅新聞，又或者體育嘅唔同賽事咁樣咯。咁我自己都關注嘅，即係可能。除了奧運之外，自己都會踢球啊，即大家都好喜意打排球啊，咁樣好似咁啊，係咁樣係開心嘅，成班年輕人。同埋我哋都好多劇集係以運動做題材啦，我覺得都係好好嘅，即係鼓勵大家做啲運動。咁我自己作為演員嘅時候都其實好開心，就係有個機會俾我哋都去做運動，因為平時可能太忙都冇乜機會去做，咁就可以
喺工作之間又可以做到運動，所以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去做運動。今次就同阿俊文話説，阿波有冇話即係嚟緊可能有啲科蘇法再想試嘅，有啲咩運動員位咧？我覺得如果講即係運動發展嘅話，我哋就唔會話限制自己，即係淨係同淨係羽毛球方面啦。譬如好似啱啱你哋所提及奧運，其實今年比較有 noise 嘅，可能游水啊、劍擊啊，跟住乒乓波啊，咁即係其實係一下子突然之間多咗好多人關注唔同嘅項目。咁所以我推動一個文化係需要啲時間嘅。咁我覺得大家學 Ian 話齋咯，就唔係淨係呢個 moment 咯，要keep 住個方向，俾啲耐性，一步一步嚟。例如可能足球嗰啲咯，即係揾我哋十二個走去對足球隊咁樣，少林足球咁幾好笑喎，我覺得。咁你係邊個啊？我係球公啊嘛，球證。你咪黃金有嘅。係做球證啊。阿張阿雪都有講到，其實佢比較中意，即係可能 Mira 特別中意你咧。有冇話有啲咩想同阿雪講？希望。佢哋好犀利一類嘅，即係希望，因為 我之前聽過佢話我哋嘅，即係可能喺樂壇裡面嘅歌曲可以俾到佢，即係除咗我之外，其實仲有好多人嘅，都俾咗好多力量佢哋陪住佢哋，可能訓練啊咁樣嗰啲。咁我覺得其實 Mira 又或者每一個歌手都好啦，我哋都除咗我哋都為緊香港出一分力嘅，跟住希望大家用住大家嘅力，可以將幫香港可以行到更遠。我想問一下，剛才你有講話你自己即之前做運動員的時候都幾辛苦下啦。咁其實依家政府都想投多啲資源啊，推動下體育發展啊。你自己有冇啲咩建議啊？即其實可以做多啲乜嘢？希望唔係淨係攞獎嘅項目先有嗰啲資源，真係希望所有運動都係，即唔好淨係有陣時運動員好辛苦，靠自己攞咗啲成績翻嚟先開始受到大家關注，先有資源。因為其實even 可能真係講話，譬如當今屆奧運香港嘅代表隊，咁其實可能有一啲某啲項目嘅運動員，咁其實係可能大家嘅討論度比較少，原因可能因為佢哋冇攞獎，又或者嗰個項目冷門啲咁樣。咁但係其實佢哋都默默耕耘咗好多，咁所以其實希望所有嘅項目都會有多啲資源。唔該曬，唔該曬，我哋之後做 online 嘅訪問好嗎？有冇其他邊個你哋需要訪問係未做漏咗？